来这边，来这边，来这次，来这边，来这次，来这边，右侧，右侧，好了吗？往后一点，左侧，来这边，来这边再看一下。OK， 好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是个媒体的圈子吧。谢谢。那目前在忙什么样的工作？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新作品跟大家见面呢？目前就是一直在拍戏，新作品可能今年跟坤哥陈坤的输赢可能会跟大家见面。谢谢。那最后呢，有没有什么样的话需要跟粉丝说一说吗？我知道我的粉丝可能好久没有见到我了，但是我也没有闲着，然后一直在拍戏，希望能早一点能用更好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吧。